隐形的。这里呢是在盖桥，然后没走了，这边走了，可爱，很可爱。它在叫了，它在警戒，可能看到我了。嗯，没事啦，你不要走了。啊，真的在叫了。嗯，他在叫，嗯，他哦，右边那只回应了，嗯，啊，他们要飞了，他们要走了，嗯。黑面琵鹭的声音其实很低沉的，所以这么远，而且有噪音的时候是听不到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走了，那一只一直在叫。嗯选上去。
休息够要开始吃东西了。